OK。Hello， 大家好，还有两分钟我们就要进入直播了，所以如果你现在呢有在 CD Plus FM 的这个 Facebook 看到我们的话，现在就赶快呢就是进入就是你可以通过 FM 106，那或者呢你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 CD Plus FM 的脸书看得到我们的直播。 OK， 两点首播，七点重播，或者呢你有什么话想要跟 Poco D 说，还是你很喜欢他，然后呢你有些什么话跟他讲，你现在都可以在我们的 live 下面留言。 OK， 所以现在先请 Poco D 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Poco D。 这个就是我们的 Poco D mascot。 所以好奇怪，第一次 live。 没关系没关系、okay.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有画图的一个呈现。好，所以等一下大家想要看 Poco D 画图，我觉得是蛮难得的机会啊，因为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就是看到你在现场这样子画，对吗？也是你很忙啊，都还好，还好，所以就画都是蛮，我觉得画都是蛮随性的画，就这样子，随性画都很已经很好看。如果你有看到我们的那个预告的图的话，你就会知道。OK， 好，那我们先准备一下，很快一分钟我们就进入直播。可以吗？看到吗？那个可以啊，有看到啊。可是你记得不要点哦，因为你点的话就会有声音。明白。OK， 二十秒。好。你好，你在收听的是 CD Plus FM 环球直通，我是佩玲。今天呢来到了星期一，我们有这个重点单元，也就是全球华人。那今天来做客的这一位朋友呢，他是国际非常知名的本地大马漫画家，也就是 Poco D。 那如果说呢你自己是 Poco D 的一些粉丝，或者是呢你今天才认识他都没有关系，现在赶快来到我们 CD Plus FM 的官方脸书，因为呢现在我们在脸书上呢也正在进行直播，所以呢你有什么话想要跟 Poco D 说，或者是你非常的支持他，喜欢他的哪一个朋友， OK， 我们都知道 Poco D 有非常多的朋友，那他的朋友呢今天呢也在现场，所以呢你要看的话呢现在赶快就是来到我们 CT Plus FM 的官方脸书，同时呢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意见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脸书的 Live 的下面留言，或者是通过 WhatsApp 018-375-1060 018-375-1060。好，那首先呢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欢迎。 Hello， 大家好。是，那其实 Poco D 非常的有名嘛，像很多朋友呢其实都有看过你的作品，或者呢是在机场看过这个展览等等，所以其实已经画了多久了？其实画了多久，如果是说因为其实 Poco D and Friends 这个品牌呢其实都已经从2013年开始有这个 Poco T and Friends 的这个名字，因为早期呢，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是其实还没有 Poco T and Friends， 只有 Poco T， 就是说那时候我才自己开始创作，那时候就还没有团队，就自己自创啊，自创漫画啊。其实那时候的动力就是一个冲动跟梦想啊。就朝着梦想的那个那一块去要去实现，然后2013年开始我们就就组织了一个团队，也就遇到我现在的经纪人 Dylan， 所以然后跟团队一起开始这个 brand， 直接到现在。嗯，对。所以
如果说2013年正式就是开始、嗯、这一个品牌、嗯、还有就是进行可能比较有系统性的一些行销，对对，或者是打造品牌这个部分、嗯、哇，那也就是说你在短短四年内就有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就对，就也是跟啊跟同事们啊跟团队们一起去努力去实现这个今天的目标。但是里面如果说快有些人是觉得哇你们啊就跑得很快，嗯，但是里面的辛酸只有我们对那是肯定的哈、哦、因为会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对对，一些辛苦的地方真的是外面的人没有办法看到、嗯、因为里面也是包含了很多机会啊，其实有些是我们真的是意想不到的，就突然间来，哎，突然间来，我们也没有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去把握去做，就到现在。明白、嗯。那或者我先问一下好了，其实你是怎么入行的呢？就是一开始你都自己在做，就是兴趣为出发这样子。如果是说入行这个画画的行业呢，其实就是说，我其实一开始还没有画这类型的漫画的时候，我都是在一家动画公司里面做那种幕后的插画师，嗯，那种 concept artist， 对，就就去设计角色啊，想故事啊，然后storyboard 啊，上色之类的东西，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已经有个梦想，就自从毕业之后，我就很喜欢画自己的东西，但是因为梦想跟现实是算是两回事，在那时候还是两回事，嗯嗯，所以就觉得就把我的梦想当成 part time 这样子，嗯嗯，这样子来去慢慢去实现。所以那时候入行画画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一毕业就 college 毕业之后就已经入行了，嗯，但是如果在专在漫画的话，就是也是一直在兼顾着。正式是 full time 做漫画类的插画类的东西，就是2012、2013开始。明白。对，所以其实一开始在画的就是 Poco D。 嗯，对，嗯，就只有 Poco D 那个这个角色，对，然后就那时候就会自己想象一些漫画啊，想要创一些漫画，就自己画，想到要画什么就画什么。然后那时候可能会不小心透露到我年龄，就是那时候就很 Friendster， 对，那时候是 Friendster 跟 Blogger，啊，是，所以会比较出名啦。那时候还 Facebook 还没有这样出来，所以那时候我都是喜欢 Blogger 啊，供 Blogger 供 Facebook， 就画了的东西就 post 上去。哪怕只有一个人的 like 而已，我都很开心，就这样子，嗯，所以纯粹就是想要分享。对，然后这一些平台其实也算是你的一个展示的平台，在那个时候，嗯嗯，对，就是能够把自己画的东西放上去，嗯，看一下有没有朋友是喜欢的，或者能够一起来交流或欣赏。 对，所以刚刚呢 Poco D 在说，就是他会不会透露到他的年龄什么的，然后其实他旁边的那位朋友也就是在偷笑。所以如果你想要看一下呢，我们其实Poco D 笔下的这位漫画人物呢是多么的可爱哦现在其实可以赶快来到我们 CD Plus FM 的官方脸书，因为他非常就是现在都一直在打招呼，有没有对，那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可爱的样子，嗯，而且呢其实因为我之前的时候已经见过你，我们见过面哦，对对，也有访问过这样，嗯，其实你有告诉过我说其实你笔下的漫画人物，很多的漫画人物都是根据你自己本身的个性，嗯，还有就是你周围遇到的事情，对，来作为一个创作。 对，其实都是家人周遭的人啊，朋友啊，对啊，家人啊，然后一些可能有时在一些情况下遇到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人，还是我没有见过的人，对，我都会想象，就会想象他们的性格而去创作一个角色这样子，嗯嗯，对，然后又可以放入那个故事情节里面啊，怎样去把那个故事带得更精彩啊，这样子。所以其实一开始 Poco T 也就是以本名来去好像就代表自己的意思，嗯嗯，然后一开始就是把那个角色当成自己，然后再想看我以前遇过或者现在遇到的一些趣事啊，搞笑的东西啊，我觉得我可以用话表达出来给大家知道，嗯嗯，
对对对，然后慢慢慢慢就注入更多的那些卡通人物周遭的朋友，这样子下去。所以因为不只是自己的东西好笑，我觉得别人讲分享了一些搞笑的东西，我觉得可以画出来。对，那为什么你会想要通过这一些人物或漫画这些角色带出，刚你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把这些搞笑的东西带出来，为什么你觉得搞笑这件事情很重要呢？我觉得搞笑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种东西你只有一个就让到你可以开心的，那就不管只有一小件事，还是那四个漫画，还是一幅画，可以觉得会心一笑，这样不是更开心吗？对啊，你就可以开心开心了那一段时间。可是当你看过这个漫画的时候，有时你当你不开心的时候还是什么你就会想起我好像哪里看过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可能从当中可以拿到一些鼓励跟一些安慰还是motivation 之类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说其实漫画这样的一个领域其实就是要把快乐带给大家。快乐还有一些我觉得影响力吧，我觉得画面不只是文字文章，我觉得画面跟彩色图画的就视觉性的东西都可以带给人家鼓励跟一些影响，我觉得是有帮助，真的。所以呢当我们在看 Poco D 的一些作品的时候，可以发现到说其实 Poco D 笔下的这些人物都很活泼，然后都非常有自己的个性，而且呢颜色也非常的丰富，就像你讲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你的作品进入一个世界是比较开心比较没有烦恼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对，因为一开始我也是打算就那个目标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去走嘛，就觉得看到如果下次好像看到 Poco D and Friends 的东西，就想到这个东西很搞笑，然后因为加上现在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喜欢一些比较古怪比较无厘头，对，无厘头就那个广东话叫猥琐就比较很丑化的东西，丑怪这样的东西，对对对，丑化丑怪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刚好我的那个漫画角色里面有这样的东西，对，所以那个漫画角色，那个漫画角色就显得比较，现在会显得比较突出一点。哦，真的吗？是哪一位？一个叫 Please J 的 ，OK， 对，他的性格是比较以为自己很美，他自信澎湃，他自信蓬勃这样子的，然后就很喜欢扮美然后可是他其实是一位很粗鲁，然后很搞怪的女生这样子。但是如果好像在 WeChat 方面他们很多人都很喜欢这样子的东西，对对，因为现在正流行。对，我们就看到原来就越丑化越受欢迎这样子。明白。所以有没有人跟你说过说其实他们会不会觉得你很幸运，就是当你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你一开始就创作了 Poco D， Poco D 算是你比较标志性，也是你第一代就是一开始就在创作的角色嘛对，那你能够走到今天，而且这几年过去，然后这个角色也越来越受欢迎，越来越多人认识，在越来越多的媒体或者是一些广告还是一些活动里面出现，那能够靠一个或者是你自己创作的你自己画出来的这一些角色能够走到今天，会不会有人觉得你是幸运，还是你自己觉得都会有人去觉得就是说你们走得很快，然后觉得哇你们真幸运，就遇到贵人有很多机会但是对啊，我们都会只能说谢谢，有些就觉得祝福我们就 good luck 就我们都会说谢谢我们会再接再厉，但是里面的辛酸跟一些事情当然只有我们懂。所以如果说幸运的话，其实我觉得是也要看机会跟缘分。对对，因为如果我一开始都是自己画，然后但是因为我也不是很了解 marketing， 对对，现在市场关于市场管理还是什么的一些知识，所以那时候只懂画但是因为只是绘画
不懂那些怎样去推广啊，我觉得一个人是做不到的，对，需要团队。是我也没有说肯定做不到，但是要去、真的是要去用时间跟那个精神去了解去学习，但是那时候当然就梦想跟现实两边都要兼顾的话，我觉得比较难，所以我觉得刚好那时候因为我差一点就觉得想要放弃、也不是完全放弃，是暂时放弃这样子、然后暂时放弃可能当我有时间了我才继续去兼顾，当我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就遇上了团队，现在的团队就是 Safe Tree、然后大家这个就是一个缘分也是一个机会，然后大家觉得哎，可以不可以一起合，要不要一起合作，然后走向这个方向这样子。我那时候才还算就还年轻，就觉得哎，现在也很年轻啊，还不没有了，现在结婚了，先恭喜你哦，谢谢。好，那我们现在先暂时打住一下，因为其实呢，在 Poco T 的这一路走来呢，当然我们常常说，其实一步一脚印绝对不容易哈、这些所谓的辛酸或者是辛苦的地方，真的是外人看不到。那很多人对于 Poco T 来说，可能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 Poco T 是从香港红回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现有的团队在怎么样的情况上，其实又帮了 Poco T。让这个漫画能够更加就是红了起来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在下一段继续聊。那当然在我们的进入资讯和歌曲的这段时间，如果你很想要看一看 Poco T 长得非常的漂亮 OK 这位漫画家，不敢当，真的。然后呢他也会现场来就是小秀一小段 OK 他要作画的这个情况，所以现在赶紧呢就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CD Plus FM 的官方脸书，我们现在先进一段资讯，在进资讯的同时 Poco T 也会现场画给你看。OK， 可以吗？你自己讲啊，觉得 OK 舒服吗 ？OK 啊，可、okay、以、啊。Okay. 好，就可能有时会词穷一下，还好，还好，还好。你想要画一些什么？可是这样拍得到吗？拍得到吗？应该可以吗？那个应该是 OK 的。好。你想要画什么？我想画什么？okay. 很随性吧。对，你就随性吧。因为有时，有时会问我要画什么，我也是，我还没有这个概念。哦，真的啊，就是你就是画着画着就有想法。对对，有时讲着讲着就有想法，我觉得哎，想要画些什么东西。好厉害耶！OK， 镜头前面的朋友现在应该看得到，我们 Poco T 现在正在画画。其实 Poco T 的真名，我很怕念错，其实。不，因为我很少，你很少用中，很少透露自己的真名，对对。所以大家都叫你 Poco T 就对。OK， 好。Poco 会有 Poco T 这样子。因为其实我真名叫罗小青，罗小青，罗小青，小青，但是因为、okay. of course 那个名字很难写，对，加上也很难念，所以以前我还没有取这个 Poco T 的名字的时候，大家都是叫我小青，对，之后就现在大部分人都叫 Poco T， 因为 Poco T 已经很红了，已经是你的招牌了，不是 Poco T 就是 Poco 这样子，我就会硬啊，就这样，你也熟悉了，对不对？对对，就熟悉了。Okay, 现在连我的亲戚朋友啊，全部也是这样子啊，真的啊，有些啦，一些啦。OK， 我们有五分钟的时间，然后镜头前的朋友就看到我们的那个很搞怪的朋友在旁边一直要抓镜头。OK， 大家可以跟他打招呼，有什么问题也是可以问哦。OK。对，上一次跟你见面都蛮应该是一年半前时间了，对对对，一年半了，至少也一年半。因为我在这里耶，就这里开台到现在，我就在这里了。大家都对你那天画的那个预告图觉得
太厉害了。你花多久画的那一幅？那一幅一天吧。一天啊？嗯。哇，应该你不用打草稿了吧？你哪一种？就是那个预告图。啊，要还需要草稿一下啦，想一想。要想啊，要画些什么东西来带出这个预告、这个东西。跟我就想到，哎，不如画主持人。是哦，我就觉得很惊艳哦，主持人居然在里面，太感动了。我们还有3分钟30秒。嗯。过我就看到，恩慈啊，是不是？恩慈啊，那个啊 ，Jason， 对，我们就 share 我的。哎，我就想说，我本来还要 share 买我一年半前你画的那个卡，我想 share 买跟你们拼过这样。很忙啊。这个 Masco 很忙啊，他不会讲话，他不会讲话。但是他很喜欢跳舞，等下是要叫他在镜头前面跳一跳好了。所以现在镜头前的朋友可以看到我们 Poco T 就是在镜头前面就是画画，然后你可以看到说他其实完全就是几乎就是没有打草稿， OK， 他就直接画了。所以你想要看他的这个功力的话， OK， 现在可以赶快来到我们的脸书。有算过你画了几次这一支不够低吗？哇，没有，完全没有啊！因为很多时候都是，除了project 方面啊，工作方面，我们也有偶尔去有 attend 一些 event 啊，对，活动都会有一直在画这样子。嗯，了解。OK， 我们还有1分钟50秒。可是我发现你比上次我见你的时候更瘦了一点，是吗？有吗？好像是耶。有吗？那我很高兴耶，没有。不知道，我觉得好像有更瘦了一点的感觉。嗯。各有各的讲啊，有些就讲我幸福肥的。不会啊。可是会 feel 到你是容光焕发的、很美啊，昨天的照片我有看到啊。哦，那个。很漂亮，很漂亮，很适合。那个，其实只是刚好我的，因为我男朋友是摄影师嘛，他那时候刚好也在拍摄婚纱的，就试穿。对，他们的人就叫我，哎，你试穿了吗？我觉得好看，我觉得好看。OK， 40秒。下午2:31，有卡瓦乐队的这首歌，有着云南雷鬼曲风的卡瓦。欢迎回来 CD Plus FM 的节目现场。今天的全球华人，我们有这位嘉宾，他其实非常的忙碌，因为刚刚我们在进那个资讯跟歌曲的时候呢，他就一边在画，还有一边跟主持人聊天。然后现在他的画其实正在进行中哦，所以我们先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现场，欢迎 Poco D。Hello， 大家好。是，那其实刚才我们有讲到说呢，很多人对于 Poco D 的一个印象就是从香港
红回马来西亚这样子。所以 Poco T 其实有非常多的作品是在香港，就是有一些合作，尤其是在港剧还有港星这些部分，哎，其实是怎么样有这个机会的？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些人就也是一样，就觉得你们很幸运啊，有这样的机会这样子。我们也是刚好有这个机会，再加上我们有去尝试不同的东西，对对对，因为我们也是有去，我们有去参加那个香港的那个版权专利的一个活动这样子，event 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在那里认识了就香港当地蛮多的一些朋友这样子，对，所以关于到那个港剧啊，那些海报啊，港剧方面啊，明星方面的东西呢，因为我们在本地也是有参与这一块，就有画那些海报啊，做宣传之类的，所以这样子一些关系，所以我们就可以联系到就香港的有什么机会啊这样子，然后在当地的朋友也是有会看到这些东西，觉得会想到我们，觉得用画的方式去呈现，去做一个海报，做宣传，做一个 souvenir 送给那个明星这样子，就一个算是一个 gig 这样子，就一个新的 idea， 对他们来说觉得好玩吗？好，就很好玩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愿意去尝试这一块，所以就这样子就融入进去了。明白。而且呢，我有看过非常多，就是Poco T 在这一方面的作品，就是比如说有画一些名人的一些肖像，或者是参与一些电影的周边产品的一些开发。我觉得你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地方，就是你真的可以把人的神韵给带出来，所以虽然是卡通化了，但是它的那个神韵还在哦。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当然你可以到我们的这一个 Poco T and Friends 的这一个官方的脸书去看看，你会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作品哦。我都觉得画得很好，而且我记得 Dylan 他曾经有说过一句话，他说那个时候会注意到你是因为你的专注，这一块，所以你是需要一个非常专注的人吗？你觉得？这个我也不敢去承认，因为我也会有三心两意的时候，但是如果说专注在我喜欢画的东西，那个是这个就一定的，对对，要不然就很难走到今天，因为我真的是可能是天生我就很爱画画，也是当然也是受家人的影响。家人的影响怎么说呢？因为我比如说我全家人都爱艺术方面的东西，对，我尤其是我爸，我也是可能是因为我爸的关系，他很喜欢看漫画，他其实很爱看漫画，那种蔡世忠的王泽的漫画，所以你应该是不像其他的小朋友就在家里呢要偷偷看漫画，然后爸爸妈妈不允许的，对不对？没有，你应该是爸爸妈妈就跟你一起看，这样就我爸爸很喜欢，就就以前就上厕所什么的，我爸就会拿一本漫画进去说的，我就那个是什么啊，我们就看来看，有图画有公仔，我也很喜欢，一看到很可爱，很搞笑这样子，很有趣，就看到有笔啊，觉得可以画的地方我就画哦，墙壁啊，姐姐的课本啊。然后我爸爸那时候是做算是 contractor 建筑师，然后也是有设计那个蓝图之类的东西，所以我就看到可以填颜色的地方我就填，哇哦，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接触到画画，对，一直到现在。了解。那你现在呢，你看其实我们发现说，其实你有很多的工作都是跟海外的一些集团或者是一些公司做合作，现在比较多的工作还是集中在香港吗？现在前几年是比较集中在香港，对，香港的那一部分，但是现在因为在香港也是得到很多的那些经验啊，还有工作方面的一些profile 啊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带回来马来西亚就去推广，所以现在很高兴的就是推广的
不错，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慢慢在现在就比较专注在马来西亚这一块。嗯嗯，对。不过其实也有跟很多除了香港呢，还有跟一些海外的合作吗？比如说中国大陆这一块啊、泰国也有，泰国，对对对、啊、因为我们在泰国也是有一个有签那个一些合约这样子的东西，还有台湾也想要慢慢，现在是正在要慢慢去进入。哇、wow. 对对对，所以其实在比方说你看哦，你在这一个香港、在大陆，然后在泰国还有在马来西亚这几个主要的地方进行合作的时候，其实这几个地方的算是合作的单位、会不会对你的一些画风有一些完全不一样的要求或想法吗？嗯，还是其实他们都完全让你自由发挥？会比较自由让我发挥、对对，因为怎样都好，他们也是要看我们的那个发挥的程度到哪里，然后当然我们也要配合他们想要的那个方向去、去创作这样子。对对，了解。那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很多人问过我，就灵感从哪里？我以前还不知道要怎样回答，因为当我认真去想的时候，我只能回答就是说，周遭都是发生的事情都是你的灵感，真的。所以不要关闭自己，所以都是要去跟别人沟通啊，多一点去理性啊。有些人就觉得是啊，去旅行啊那些啊，但是就好像有点不关工作的事情，都是关联的，连你的日常生活都是在关联着你的那个 inspiration 灵感啊，对，灵感还有一些新的创作的，因为有可能你比如说出外旅行，你看到的一些事物，哎，你没有看过的东西，你觉得这个可以去转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加你自己的元素，然后去创作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这样子。所以要去观察，然后要去思考，对，要把你的一些可能我们所谓的感官给打开，你才能够吸收这些所谓的灵感。就比如说好像你接到一个 project 这样子，然后你想 idea， 可是我想 idea 也不是一直在一直在原位一直在想，但是想可以这样子想的时候，你要想回你以前遇过的东西，对不对？去见过的东西，哎，那种元素是不是可以拿来发挥一下？这样子。了解。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现场呢，就在听 Poco D 分享他就是如何呢，就是在香港先开始发迹，也就是说他参与了非常多。我记得就是大概有参与过一些怎么样的作品，可能可以说看看。如果是，我现在想回就是说如果是电影方面的东西，其实最让我难忘的就是那个成龙的那个反而那个成龙的是发生在马来西亚先。哦，对对，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比较大的一个爆发，然后才联想连着下去就是。跟那些香港方面的有合作的，就是那时候是成龙的那个《警察故事》2013，对，那时候他是过来做宣传，有一个记者会这样子。我们万万都没想到，刚好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小展览、小画展这样子，全部是画关于到成龙的系列，成龙的那部电影的系列这样子，就有每一幅都摆在那边，所以那时候他就看到，我们万万都没有想到他是很喜欢很热爱美术方面的一个艺人，所以他就很开心，就看当时就看到他那个表情，不是夸的，就是真实的，对，然后就在记者面前当面就说他有一个60岁的生日，然后有一些活动是飞那个北京跟那个上海的，然后还有自己的演唱会，所以他要请完这些画给他的朋友们，包括我们这样子，然后就一起到北京跟上海。哇，对。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去了？那时候就去了。哇，那时候是四月份，2014年四月份的事情。对，也是你刚刚开始有了团队不久。
对，那时候是。哇，所以你看，我常常会觉得说，其实你用心做某件事情的人，你一定会得到一些回馈，而这些回馈它可能就是在无意间，它就所有的东西都串联起来了。可能如果当时候你还没有团队的话，你也比较难去完成这件事。对对，可能没有说不可能，但是需要时间。对对，需要时间。所以他所有的一切其实就已经准备了。同时，当然前提也是你非常努力。你在过去这么久以来，你可能在还没有遇到你的团队之前，你在还没有遇到这个机会之前，你也在努力的累积你的能力跟你的实力，那所有的一切准备好了，机会就来了。对，那时候真的是就刚好就遇到成龙那个事情，再加上我们也接了那个香港的一个shopping mall，然后那时候他们刚好是复活节，他们有庆祝复活节，所以他们要做创作那个shopping mall 里面的一些摆设 sculpture 那些 3D， 就把你的卡通人物做大放在那边给小孩啊大人拍照那一种，那时候就觉得哇，全部都一下来，然后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机会，然后我们有去把握，那我们就能实现这样子。所以你看，所有的成功还有所有的成就呢，它并不是必然的，而且呢，它也不是说就是当然我们说呢，这些机我不能否认，它还是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可是你所有的运气呢，我们说越努力越幸运，对不对？你真的有所准备，你真的很努力了，那机会来了，你才能够把握得住这一个运气哦。这也是刚刚 Pocody 有一直在强调的这一块。好，那我们先暂时听一首歌，一首歌的时间，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有 Pocody 在现场。我就继续画。很忙啊，你好，继续画。可以，没问题。这个比较快，这个只有三分钟，那我们就要回来讲话了。朋友说，One of my wedding picture draw by you 啊，Joanna， 哎 ，Joanne 六 ，Joanne 六，因为之前我们都有参与一些 wedding 的 event，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是有接受到一些就那个 order，对对对 ，order 再加上有一些比赛啊，我们也是有一些 lucky draw。所以有些就有被我们画到两次。哇，还有辛弃威啊，你朋友吗？对，我们的，他说突然间好感动，我们的什么啊，超级忠实粉丝。哦，可能是他有听到你讲的一些故事，他就觉得很感动。谢谢。还有恩慈也是有留言说很可爱。你好，恩慈。在那个荧幕上看真的是很好看的，就是看你画的那个很好看。OK， 还有40秒，就可以当作是一个 entertainment 的样子。
你好，你在收听的是 City Plus FM 环球直通，我是佩玲。现在呢，在我们的这个广播室的现场呢，有这一位呢非常著名的，在国际间呢，我真的觉得刚才在听他说故事的时候，其实还蛮感动的。因为我们常说，真的努力的人呢，总有一天哈，这个世界一定会回馈你一些什么。我们有 Poco T， 欢迎。Hello， 大家好。是，那在这里呢，我们来到了最后一段的访问，其实时间非常的紧凑，我还有很多问题想要跟 Poco T 就是可以再深入的聊一聊。但是或者我可能就是想要先了解一下，其实刚你有大概讲了一下，你就说其实漫画就是把一些朋友带进一个比较快乐比较开心的世界。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说漫画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一些什么吗？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改变一些世界什么？其实我觉得每一天当中这种漫画跟一些视觉方面的一些media 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都每一天都在改变着每一个人的，对，每一个人的一些，也不是说到很伟大，就是人生，就是每一个人的思想。对对对，因为那一些画面，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广告牌啊，一些现在我们都是 Facebook 时代嘛 ，media 时代 ，Instagram， 所以我们都会看到有一些画面啊，有些人会画了一些图、漫画po上网啊，就表达一些信息的。所以当你看到的时候，你都会在改变着你的一些思想。这个让我有推动力，我应该要怎样？就这样子。鼓励，对对，一个鼓励，支持，对对对。像你看呢，我们知道说现在的世界其实越来越发达，科技越来越进步。可能以前呢，我们要用手画图，但是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软体，可以帮忙画图这样。其实你有想过说自己的这一项才能有一天会被取代，还是你完全不担心？其实我觉得，对，有的人会觉得现在全部是用digital。但是手画应该是会被淘汰，我觉得当然我也希望不会。我觉得是要看我们的那个坚持，对对，坚持跟我们想要做的东西是什么。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觉得这样子想的话，这样不淘汰都假，这样子。明白。对对对，就是你自己要做的是什么，对，你自己在坚持的是什么。对，我觉得漫画也是要坚哈，还是会怎样都离不开手画那一块的。而且手画的，我们说手画的有温度，对，有情感在里面。对不对？因为也不是说 digital 的电子的不好，电子的很好，就很快，然后画出了可以改。对对，可以 backward。但是手画的一笔画下去就是这样，你画什么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就在那一边，也而不是说诶我可以去改变想法那样子的东西。对，我觉得就蛮有意思的，如果是亲手画的东西。那 Poco T 想要在漫画这个领域里面达到怎么样的里程碑呢？里程碑嘛，就其实关于到达到什么目标，如果说达到什么目标的话，其实已经达到了。就我的，因为我的梦想就是成为漫画家或者画家、插画家，但是要做的东西都有做到。对，都有做到，就很开心，都有做到。但是当然我们不是因为这样子而满足，就这样子而停步。我觉得我们需要自己在怎么说呢，在一直在。每一天都一直在进步嘛，科技也是一天比一天发达，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东西可以做得更好更多。对，了解。那最后呢，想要问一问你，像我们其实一开始在聊的时候有聊到，其实漫画这一块呢，可能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一个领域或者是一个职业的选择。可是我们也知道说，漫画在这近可能10到20年间才比较发展的比较快，也比较全方位，而且也比较跨领域。那可能在这之前呢，很多的家长对于漫画这一块可能就觉得说不赚钱啊，很辛苦啊，没有前途等等等。那你有没有一些可能话或者是一些忠告想要给这些朋友？对，因为我也是听到很多家长对，尤其是家长可能或者不在不了解这一块这一方面的朋友们，他们都会觉得漫画赚不到钱，没有前途。可是我却
非就不赞就非常不赞同，因为画画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算领域吗？领域，然后也是一个很好就可以培养人才的一个方向。嗯，因为我们所有周遭看的那些广告牌呀、然后我们看的卡通片呐、其实。总之我们那些building 就是那些建筑还是一些我们去咖啡店看到的一些 menu， 然后他们的 那个品牌 logo， 全部都是一手都是设计师想象出来去设计出来的东西，所以说找不到吃这个我非常不认同。商机还是有的，对，商机还是有的，但是撇开商机的话，就要看那个本人他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他的坚持度是怎样。对对对，如果你真的是喜欢这一块画画这一块的话，设计这一块的话，如果你坚持做到你想要做的东西，那其实是并不难，而且也不是说找不到吃，是看你自己想要什么。明白。对，而且我们常常说在这个科技跟网络发展的更快速的时候，其实美感这件事情还有艺术，对对，真正是我们现在更应该保存，对，和去参与的。对，加上说有一部分的家长就认为画画只是在街边画画卖艺那种摆摊什么，那个是一部分，那个可能是那个卖艺或摆摊本人觉得哎这样子他舒服，他用这样的方式去赚钱，去撇开赚钱的话，他觉得这样子他满足到他自己的那个心灵还是怎样。对，所以画画赚不到钱是不可能的，但是开心我觉得开心最重要了。对对，自己本身开心了，你呈现出来的这些角色这些漫画人物也才会开心啊，才能够把开心带给别人。对，当我在解释让一些，因为有一些小孩还在选科系，小孩想要学画画漫画，可是有时在 event 的时候遇到一些家长，他们就不了解，他们就会问到底是怎样一回事这样子。当我跟他们解释说你所有看到的事物都是跟艺术有关的，是，对，所以他们就了解，就这样子。好，那我觉得说今天真的我听到 Poco T 的一些分享，其实我也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常觉得说我们这个世界其实每个领域都必须要平衡发展，那我们没有办法呢就是让某一个领域呢就是所谓的独大，因为所谓的独大呢其实间接也会让其他的领域和行业呢就是缺少了更多人才的出现。所以今天同样的每一次遇到这一些非常有故事性的人物的时候，其实都会觉得说啊时间怎么这么短呢。但是真的我相信说接下来我们一定还会有机会再见面，也希望呢就是 Poco T 继续加油，然后不管是在马来西亚或者是在国际呢能够创造更多的成就，也希望下一次再邀请你上来 City Plus FM 说故事。 OK， 谢谢 Poco T， 谢谢。还有太好玩的探索世界 City Plus FM，那就是比就可以了。哦，就先让他画完吗？没关系，我们现在可以比较轻松一点。我们剩下一个环节就是拍照。OK。是很快哦，一个小时就过了，是不是？对，我也觉得，快。而且有偷偷多用了一点时间，不好意思。不会不会，因为我也希望你可以多聊一点，我觉得这样比较有趣。所以 Masco 是要跳舞吗？我其实每次都觉得 Masco
还蛮辛苦的，有时候那个装备这么重，然后他底下一拆开来整身是湿的，是不是汗，是不是？好的。苦了，辛苦了。OK。你暂停。我暂停啊，嗯，嗨，是。好，那谢谢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就是这一个 FB Live。那如果你现在呢就是只看到后半部，或者你还没有看完整个的话，没有关系，我们的这个 live 是会留着的，所以等下你方便的时候或下班后你再好好的看一看，因为我觉得这个 live 很值得看，是因为很少嘉宾能够就是在分享自己故事的时候还能够就是画画，而且你可以在镜头前面看到 Poco T 是完全没有草稿，然后他也没有OK 好，那他就画了，问他画什么还不知道，然后就而且他还可以一边访问，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就画好了这幅画，我觉得很棒哦。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Poco D， 去 Poco D and Friends 上面 like 一 like， 然后支持他，因为我绝对相信呢，就是他可以在这一条路上越走越远，而且呢会越来越有成就，所以我们就一起鼓励他，因为他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大马之光 ，OK， 大马代表。所以如果说你也错过了这个精彩的访问，晚间七点钟有重播。或者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一个官网，也就是cityplusfm.my 留意一下，我们过后会有 podcast 的上载，让你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访问。所以最后我们再请Poco T 跟大家就是打个招呼，做个 ending， 来我们请。好，谢谢今天大家过来，就会在 FB 那边啊就看见我们的一个访问这样子，谢谢大家抽空过来看，然后同时我们也看一下就大个版的 Poco T， 然后他不会讲话，他只会跳舞，然后就这样的好，就谢谢大家，然后就谢谢大家一路来的支持，所以最后我就附上我最后的一个口头禅，就是我的每一笔每一画都是代表着我的梦想，所以希望有梦想的你也是一样，真心去坚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谢谢。耶、yeah, ，大家最后，你这手中的是你自己的产品，对不对？对对对。你的那个，你是说你的手表？哦，对对。对，同时也来打个广告，对对对，打一下广告。因为我们也是有跟本地的一些品牌啊，也是就有一些合作之类的。所以其中一个品牌就是 Nano Block， 所以我们也出了一系列的我们的那个手表，所以它是用 Nano Block 一片一片这样子，就我觉得蛮特别的，所以希望如果真的是喜欢这样子的玩意的，你可以去到我们的面子书去看看，然后了解一下它的价钱啊，还是情况啊，对，所以谢谢大家支持，谢谢谢谢。